英国的22岁女子葛瑞斯到纽西兰游玩，通过交友软件认识陌生男网友，却不幸死在异乡。她的父亲是现年61岁的英国地产大亨 David。本案近日开庭，戴维与妻子吉兰也飞往纽西兰参与审判。这起案件发生在去年12月，葛瑞斯在生日前夕独自前往纽西兰壮游，却在12月9日被发现死亡，还被弃尸于偏远山区。据了解，他生前透过约会软件认识了一名男网友，两人被拍到亲密地进出酒吧与旅馆。尸体被发现的隔天，一名27岁的男性涉嫌谋杀而遭到逮捕。该男子在今年1月初时不认罪，因此全案进入审判阶段，预计将会长达4周。嫌犯也在法庭上指出，两人约会时气氛很好，因此直接进房滚床单，但是过程中演变成激烈的性爱关系。他要我用力抱着他，甚至要掐住他的喉咙，还说要很用力。完事之后，男子洗完澡走出浴室，就发现葛瑞斯倒在地上。被告的律师也指出，这个事件只是两个年轻人的亲密行为发生失误，并没有要谋杀的意思。嫌犯在事发以后把遗体塞进行李箱弃尸，接着又找下一位女网友约会，直到被逮捕，但嫌犯始终只承认弃尸，否认有亲手杀害葛瑞斯。